听见没？这床一翻身，里边弹簧有声啊！是这样的，曹院长，只是去年换的床，要是一点声音没有，那不大可能。枕头换两个荞麦的吧，多个选择。哎，好的。 毛巾不掉毛吧？啊，这个不掉，您放心吧。放心。上回马市长上蓝县去视察那温泉，一切都挺好，就是最后洗完的时候，拿毛巾一擦，浑身都是白毛毛，弄得跟圣诞老人似的。热水出的挺快的。啊，挺快的。 这个换个好点吧，这种小瓶的用完，这头上都是头皮屑。好，对对对，换个有牌子的啊。好的。哎，有你吗？这遥控器突然就不好使了，那就换一个。这省市领导要看球，你就不好使怎么办啊？实在抱歉，这就给您换。快去快去。咱们刚才看到这个九号机的提醒和意识很简洁，基本没做什么过多的动作。刚才这小事儿就是，应该是基本。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来着？能在这待多久啊？大概一个半小时吧。不过这也可能是主要一个半小时，嗯，时间倒是也够。90分钟的球赛，但是不能踢加时啊。造成守门员扑球脱手呢？调个新闻频道我看看。好的，看看明天天气预报。 辛苦辛苦，何领导您来了。这个是工钱，你看对不对？从今以后啊，咱们都是当天结算。当天结算？对啊，当天结算。对。怎么样？这段路能完成吧？放心吧，提前晚上一定赶出来。好好好。兄弟们辛苦了啊！今天加个班，好好干。 老谢，哎，侯主任，欢迎，热烈欢迎啊！厅长，嗯，这是九原县的曹李新县长啊，厅长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我们李书记啊，现在正在广州招商呢，知道您来，正在回来的路上，哎，嘱咐我，无论如何把您留下，当面感谢您。太客气了，不用赶路，我们转一转就走啊。我们李书记给您准备了今年的新茶，您要是不喝，我们连味儿都闻不着。来，这里边请。 花花以前小时候啊，还没桌子高，天天就是我带着他，一直到上学了才回的城里。花花说：“那花花说啊，让我到家里去看您和老姨父啊。我没想到曹县长把你给接到这里来了。”花花的表哥也来了啊，他给县电视台干活，在食堂做饭。他表嫂啊也在城里做饭，今天没来。 他是在县医院，县医院啊，对对对，县医院。哎，这两口做饭啊，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是打卤面。我要说不用他们，台长跟院长第一个跟我翻脸。你是不知道啊，这表哥表嫂啊，结婚的早是吧？我爱人小时候生活在九原县，一直是吃他们做的饭啊。 曹县长，哎，那我们今天中午的工作餐就吃打卤面，行吧？
行啊，那就给领导多备几种卤，只要不超标就行。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雨，这路不会有问题吧？提前都阴过水了，我问过，没问题。去南游基地看。哎，材料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您放心吧。 怎么都没换呢？啊，牌子正在做呢，油漆还没干呢。你这马上做好了，马上做好了，马上好了，不用换了，就这样吧。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 小胡啊，哎，窥一斑而知全豹，你就是看一个村子、一块农田、一段路，就能知道这里主观的风格。曹县长肯定是气质的人，你是不是 A 型血？哎呦，这要是猜错了，曹县长就不好讲了。12天以前呀，市委号召领导干部们积极献血。 我第一个报名参加的，我要不是 A 型血啊，这市医院的检验科是要出大问题的。绿水青山，九原县的农业示范村，值得表扬。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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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知道了。 小哥，书记还没来吗？哦，徐永涛刚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马上就到。哦，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下雨了，给！哎，好，这不是我拿的，赶紧打开，在前面，在前面。哎，厅长，粗茶淡饭的本来就没招待好您。 您好歹也得上县里边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喝杯水再走。打卤面很好吃了，这是这回我出差最对胃口的一次了。您去休息一下吧。再说了，您看，再有18分钟，男足预选赛的开始了，好歹您也看看上半场再走啊。要去趟市里，上面临时安排的任务。我爱人舅舅去世，你还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吧，太费心了。 我爱人啊，特意让我转达对立新县长的谢意。啊，再见。哎，厅长，那您慢走。哎，好，好，县辛苦了，慢走啊。哎，慢走，一路平安。哎，再见，慢走。再见，厅长。 我打电话来就是想，你们在外边也辛苦一天了，想问问你们，到家了没有？哦，好，好，好，那安全到了就行。那您早点休息啊，希望侯叔再次莅临九原县。哎，好，再见，再见。蔡院长，这个是今天晚上参加晚宴的企业家，您看看。廖总没来？廖总好像去光明县了。 都是著名的企业家，九原县今天逢年。您好，廖总。你好，我是九原县财政局的小毛。
啊，我刚我们曹县长给您打了电话，您收到了吗？给我打电话了？啊。呀，手机没电，关机了。廖总到了。哎，廖总，曹县长电话。哎，曹县长。别打了，我都打不通，你打他能接吗？怎么就人怎么就不见了呢？李书记在调监控，廖总上楼换个衣服，然后我们等他一直又没下来，我们上楼找了，人就不见了。两个人守不住一个人，这不就一个门口吗？哎，县长，车到了。出去一个人看不见呐。喂，哎呀，别提了，真是我真服了。然后俩人在这守着，谁也看不见谁。哎，找人了吗？县长呢？啊，刚出去。哎呀，人去哪儿了？九原县的人啊，从后门给架走了。架走了？受正在浙江进行招商工作的李书记的委托，我就九原县招商引资工作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期以来，九原县奋勇当先，引进了多个超5000万的项目，开辟高新技术园区，其中引入以异彩流光技术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照明产业项目企业群，获得了行业瞩目。该项目不仅是九原县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有可能让九原县成为我国未来照明产业项目的技术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资3亿，建设期16个月，投产之后可达产值22亿元，实现税收3.1亿元，新增760个就业岗位。二期工程投资27亿元。这早就应该到了，是不是走错路了？不知道呀，什么情况这是？喂，在哪儿？好，我知道了。怎么了？人一出高速口就被九原县人劫走了。这招商排名都在会议通知上了，我就不重复了。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排名落后的县要打起精神来啊！你不会就要学习，哪怕是抄作业，市里布置的重要工作，必须要有积极回应和反馈。哪个没有回应，我们心里都记得。关于招商引资，完全可以参考优秀榜样县的做法。九原县招商引资竞赛活动就很好，他们所有县4套班子的领导、乡镇和各部门主要领导，每个月外出至少2次。时间不少于1/3，谁没外出，谁排名靠后，谁招商不利，责任到人。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约谈，好的机制行之有效。我觉得呀，就该推广。蔡院长，你等会儿啊！你躲什么呀？我开会前就跟你说了，有事找你。这躲还躲不及呢，这不又被马市长逮着了吗？不知道给我派什么活呢？奖杯、奖状、表扬信，还能有什么活呀？那给我10分钟啊，等我见完马市长回来，咱们一起走。中午一起午饭，不许先走啊！我请客，挑贵的啊，西餐。你点。哪怕是那烤不熟的牛排，我囫囵也得咽下去。